到一棵蘋果樹，結的果仔幾大啊！啊，我嚟睇下，嗱呢啲青蘋果，蘋果呢啲冇經過農藥處理啦，所以去咬裏邊咧就俾啲蟲啊咬到一點點，好肉酸嘅。所以我哋喺超市買嗰啲咧，佢係 treat 過嘅，又唔同。好多果仔跌落地下，我剝開一個俾大家睇下，入邊係點樣。好香的蘋果味，哇！點解蘋果蓉咧？非常清香，啲動物都有得食啊！嗱，呢棵成棵樹，哇！幾多幾多松鼠啊！上面發達咯～食蘋果啊，喺度玩啊，跳嚟跳去。你話咁多，不如揾啲好味嘅嚟食啊！揀只最好味嘅先至食。咁啊，繼續行呢個路啦，落山。